尽管是场对内的对抗赛，但是两名选手也是要很拼的。 这就是高水平的队员，球已经打得很高了，因为下降的速度、角度将会发生很大变化，但依然手感控制得非常精准。 高手之间的对决，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大意哦。直接擦边了，直接擦边了。板龙现在6-5领先，白发球5-6平。6-5领先，一分决定胜负。